盯着一米长活体，女客交蛋牛鞭锅，好惊人啊！对呀、啊，没看过了吗？兰凯呀，你在说什么？有关长的字眼，还笑得这么诡谲？天气越冷，火锅店业绩越是抢抢棍。台南永康这家牛肉业者推出牛鞭食补汤，但有些人吃过牛鞭，可能不见得见过牛鞭。这家业者超酷的，把活体牛鞭搬上桌，这应该不止30公分，有1公尺了吧？就拿国广告拿来跟你们让你们拍一下。有啊，你心里较好些不？有差呢。原本一天只卖10锅的，没想到摆出牛鞭后，业绩成长20%。别以为想吃随时有，数量有限，还要事先预定。那到底好不好吃呢？熟的很好吃哦，牛筋切起来很像牛筋，胶质很多。我是先吃熟的，之后才看到生的。懂新闻很难想象哎，报道。